好，小叶大哥 F16 首航。出修车啦！好，你得好照顾。哈哈哈哈哈。哇，副医师太灵敏。一分半了哦，差不多下来了哈。从右边下来呢？有啊，三点钟来啊。哦，富裕拢足，我拢足大呢。他说富裕可能那个高十趴，背高十趴。其实一条 EXP 就好啊，延迟就好啊，就遐来。没关系，跑道长。大象小叶员工逃开。